我在这里呢祝贺功夫广场正式启播，恭贺晒，恭喜晒。祝贺功夫广场正式启播。我在祝贺功夫广场正式启播。功夫广场正式开播，祝贺功夫广场最强。最強咧就係日本啦，同埋伊朗啦。咁咧，香港嚟講咧，依家嘅水準就越嚟越提高噶啦，啊，越嚟越高。咁今次咧，我哋今朝早都已經攞到兩個獎牌噶啦，一銀一銅。Indonesia。最重要的是，在回教国家的女性的这个竞赛者，我们允许他带头巾来参加比赛。这是虽然只有一个 testing， 但是我希望将来我们还是继续下去。